整个眼睛都闭起来，你是在跟鬼鲁说什么，还是心里在想什么？不敢看。当然啊，就是在帮他集气呀。人家说意念可以传达到很远很远，你只要想到什么意念就会到了，所以我用意念帮他加油。赚呐，赚呐。到底哪一个天？那大家知道我们卖疗的很棒的一个成绩啊，所以我们说包括大学的四级。很紧张啊！首先我感谢我们林姓县长啊，张县长，我们乡公所乡长，以及我们餐厅工会主任委，以及各位地方的民意代表啊，各位乡亲啊，各位好友啊，在这里啊，感谢啊大家今天能为回炉来集气加油啊，回炉今天很顺利啊，能参加准决赛啊，所以说刚才啊看到我们各位啊能为回炉来加油啊来打集气的话，我们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还有乡长，还有民意代表哈。那回鲁今天其实呢，他跑得有一点紧张紧绷了哈。但是呢，他哈是受伤以来哈那个秒数最高的哈。那我们呢这个竞赛哈，在我们亚洲人本来就不太容易哈。所以说哈，33年来哈，能够进入我们这个准决赛的人也是不容易。两个而已啊，两个，第二个就是魁鲁哈，所以说已经很不简单了哈，所以呢，感谢乡亲哈，这次来替魁鲁加油打气哈，以他为荣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干嘛？干嘛？来问一下哈，刚比赛前我看你整个眼睛都闭起啊，你是在跟魁鲁说什么，还是心里在想什么？不敢看，还是不敢。当然啊，就是在帮他集气呀，人家说意念可以传达到很远很远，你只要想到什么意念就会到了，所以我用意念帮他加油。赚呐，赚呐，好棒哦！我还以为你讲太快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